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们俩。这个李是他们当初要进我圈子的考试巡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歌，然后呢也因为之前也有一个名场面出圈嘛。哦，怎样？怎样？我们是你还是可以把麦克风递给我们的，给你这个有魔幻效果。不行不行，他完全变另外一个样子。不是变 techno 啦，放心。嘟起嘟起，所以带这首《怎样》送给我的闺蜜。怎样啊？大金曲。好，接下来这首非常不同风格的《怎样》，它完全跳脱了悲伤的情感，所以今天请大家放轻松，听听这首《安坐》。我这里天快要亮了，哪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很炎热。哪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不哭了，我们把照片也收起了。哎，哪里呢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时那样？我这手就算天快亮，我们现在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。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？